你叫什么名字啦？叫什么名字？王梦怡。那你帮妈妈找一下，红色的笔是哪个啦？红色。红色。嗯，红色是哪个？妈妈这个。啊，这是妈妈的红色，红色。妈妈，这是我的。啊，我知道那是你的，红色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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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你打开，打开啊。打开。放在一起就不认得了，来，来，红色。红色。红色是哪个？这个。红色。这个。